recall the past real vaguely. NB 这太远了，我不好去啊，兄弟。好的，我会小心的。天气哒哒哒哒。陷阱，哒哒哒。我操！这你能把我链子扭了？链子中了，他可能要交闪了。这走位有点没看懂，把哥们要绕晕了。本来主播能打个闪的。我的链子是能拉断他的 W 的，在一些特定的时候的话，嗯，不好意思，谎报军情了，我的。上得你扛啊，我扛不住啊。啊，哥们人被打飞了，兄弟。I'm so sorry. 负伤补伤害不要怕，没有 Q 技能学个 E， 这样我能加点吸血。还好我这波有 TP 啊，那么带点下路这波爆炸了。对啊，你 Q 技能没了，你加 Q 技能不加伤害，但是你只要学 E 的话，它是能够直接提升这个全能吸血的，虽然可能作用不是那么大，但是如果你就差几滴血的时候，它作用就大了。很多时候一点东西就能改变很多东西，就比如说最后一波团战，你就差几滴血了，你就能打赢团战，然后把对面一波了，你就差这一点，那你游戏还是会输的。但如果你有这一点，那就赢了。就赶紧出塔。哥们掩护你，操！抓到他一套把他的卡了，我操！我在卡他的视野，视野是卡上人跑了，妈视野是卡挺好的，这他妈的这来不及了。得我们 C 了呀，这把不 C 不站出来的话，或者说站不出来的话，就要击。
知道我能不能顶得住。先秒一个呗，还是。先打大步呗。我练到他了。现在就是。Nice， 算是打赢了，把这塔先拆了吧，还是我们放先锋直接拿龙？有两种方式，一是逼中塔，二是直接拿龙，直接 TP 了。注意一下，我还没到呢，等我一下。OK， 我人到对面给我交给我，你别追，你别追，你让我来呀、啊！你不用来的，交给我就好。回来了吧？主播不是一直都很在状态吗？啊？什么叫回来了？主播什么时候不行过啊？只是比较少吧？啊，虽然也有不行的时候，哦，但大部分时候还是挺行的啊。完了，这，他探照看到我的，他强行打断我，我想过去过不去，还是。拉回来，打我！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别管我，别管我！我被定在塔下了，被大树给困住了嘛！哎呀，不该死的。这不死了有点丑陋，这他有闪没闪我就死不了，他闪现把我最后一段吸血给躲掉了。是的，没闪主播顶着防御塔直接五杀了。为什么这几天跟换了个人一样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还是我之前很菜？我之前也不菜好吧？那上个号我他妈晋升，要换这个号来找第一了啊？不会真以为主播很菜吧？我火火那个号晋升也很多的。号不行而已，错了，给了给了，把我吹走了，我撤，躲一下这个波比的大招呀。
开机跑，你跑，结束，兄弟们来我的，来我们的，一波了，就在我身边，泽利这波没大招，输出不够，大灭，呼，一扭个 W， 拿下，兄弟们，嗯。回放一下，哎，把把都有的操作，没有必要吧？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！基本操作没什么意思啊。1732是吧 ？OK 的，那分数线缩短到几十分了呀？我操，杀爽了！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